绝对是美女啊。你还真别不相信。哎，方向，这家打折，看看这个。啊、对，我改天介绍你认识。我一定会介绍你们俩认识的，我让你们俩好好的认识认识。呵呵，啊。金阿姨啊，你看这套适合我爸吗？哎呀，这套太幼稚了，不适合你爸。哎，我觉得你爸穿衣的风格和你眼光还挺像的。啊，他的衣服都是我给他买的，太时尚，太幼稚，不适合他。以后阿姨给你挑啊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太幼稚。哎，方向，你看这衣服。好看不好看？是不是特别适合你爸？这个成熟稳重，特适合你爸。阿姨，我发现你的眼光真的特别棒，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好看啊？好看，我觉得是。哎，买了吧。等一下，我看看价签哈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要是钱不够，我先帮你垫着。而上回你给我的500块钱零花钱我还没用呢。哎呀，跟阿姨出来哪能让孩子花钱？啊？怎么样啊？还行啊，就是颜色稍微有一点儿。颜色怎么了？挺好的。哇，看上去一开始觉得稍微有点暗，然后其实穿上以后吧，就还挺稳重的。哦，是吗？挺稳重的哈。对，挺好的，显得我肤色也还可以。还真是哈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啊，挺好。尺寸呢，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合适啊，都挺合适的。长短肥瘦，那腰是不是有点肥呀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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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腰线特别好，显得我就没那么胖。我觉得那肩有点肥。没有，不宽不宽，正合适，给我定做的似的。这裤子长短也刚好。刚好刚好，我下礼拜出差都可以穿。你挺喜欢的哈。这多好看呀，帅吗？从来没见你这么帅过。也不看谁买的。就是谁买的呀？这是。啊，这谁买的呀？就是特别爱我的人买的，对吧？真是特别爱你的人买的。